法轮转，境气行速其中也，如千古巧响啊，法说如来速定，常乐五净，净寂清净，一切众生皆有真如佛性，善恶一念啊。这就是啊，甲大家人分享法轮转，敬请着咱生死的重要，就亲像调整蘑菇啊，透早静声开始，安尼靠响了静啊，静声。一起，咱大家人拢爱醒悟起来咯。昨暗已经长的时间，予咱休息，休息的时间，啥物都毋知，除了呢梦，也梦是虚幻呐。除了梦以外，还有什么呢？啊，长长的重要，就亲像咱在生死中六道轮回啊，生死由不得自己，就亲像在咧做梦共款，咱梦。不是咱家己想要做啥物，境界自然现前啊，随着这个境界呀，虚幻的，有人是做恶梦啊，梦得呢真惊吓，梦得呢醒未过来真痛苦，这。常常听到人讲，啊，我做一场的恶梦，真惊，到底这有什么款的预兆啊？无，精神就是惊啦，困去就是梦啦，亲像安尼，就是啊，在咱。凡夫生死中啊，一直呢，就是甲安尼由不得自己呀、啊，啊，长长的重呀，什么时阵才会清醒呢？唯有啊，咱透早静声叫啊，咱醒起来。大家人爱精进咯，一念心嘛，爱精进啊，爱把握时间，甲时间呢来拼，真呢，就是静声靠响起来，咱人人都爱好好提醒。就亲像法轮嘛，会敬清了咱生死的重要，甲亲像透早的静声。那么法说如来速定，啊，什么是速定呢？那就是常。乐我净，这叫做速定啊。常，咱会当点点结以情啊，大通地生活。迄个时代，咱无数
无数的疫情，咱已经呢进入本性永恒啊，常住伫咱的心，只是咱家己唔知呀、啊。这点进入本性，那就是啊，大觉大悟的本性啊。确实，咱唔知，甲这个相啊，安尼埋没啊，温没起来啦。本来，咱有清净的本性，咱会当逍遥自在啊。就是啊，如虚空法界。咱有一个真开阔的心，咱有无量边觉悟的慧海呀、啊。咱这个真如，就是咱家己本心一片清净，本来呢都无染秽，确实呢。也是同款无明血，把咱惹界去。也那无，咱宿敌啦，永远都是伫咱的心灵，进入本性，继续宿敌。那就是常、乐、我、净、啊、本觉。慧海啊，遍虚空法界，清净无染，这是咱人人本具的，而且会当回归到迄种清净清净，无染着啊，包容天下，无染着。真的，就是咱原来本具，所以一切众生啊，皆有真如佛性，只是干那一项善恶啊，就是干那伫迄念间而已，一念无明，生三世。这就是常常我伫咧讲的苦陀禅呐，但拢总是伫迄念间呐，真微细的无明展现出来，贪嗔痴，贪心一起，贪一切的欲，贪一切的享受，贪。啊，贪字呢是无底洞啊，贪字呢是高高在上，一句话讲，三高未是高啊，人心则则高，这是台湾的俚语吼，就是人的心啊。地位高，也阁无够高，要阁求阁较高，阁较高。利益大，也无够大，也要阁较大，阁较大。永远啊，无穷无尽，无不都是这念贪，贪念开始啦。名利地位，永远呢。就是无穷无尽啊，高比个山搁较高，深呢比海搁较深，干那一粒贪字，真正是高深莫测吼，这是贪，所以这就是恶念，既有了贪啊，求不得啊。那都会进怒了。
真真怒的心，在人甲人的中间结了偌呢多呢爱恨情仇啊，这对贪嗔求不得的苦，迄种的爱恨情仇，哦，这实在是没完没了啊，无穷无尽啊！所以咱爱好好，亲像钟钟声安尼敲响了啦。咱要赶紧静心，以时日敬静，因为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假嘛。时间呢，是在分秒中过，日也就是安尼分秒中消失。咱的生命呢，同款，也就是。在这样日过的啊，那就是我们生命减少，因为日过的人就老了，老的尽头啊，那就是死，总有一天嘛，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干呐、啊，所以爱好好听话，佛法啊，难悟啊，因为呢真长久，才会当有一尊佛出现，所以咱应该爱真珍惜佛出人间呐、啊，说法转法轮，法轮呐、啊。在人间伫咧转，虽然释迦佛入灭两千多年啦，法轮呢还是不断伫咧转啦。只是咱的人心受了无明覆盖，这法轮伫咧转，确实呢，咱的心。无有铺出了这条接法的路，心门无开啦，也无铺出这条路。其实，咱人，人人敢若伫在一念的偏差，这一念的偏差呢，那都是流落伫这个六道。这种总是伫一念呐，所以咱应该爱将福中做，做中得欢喜呀、啊。福中做中得欢喜，啊，慧呢是爱将善解得自在，咱福爱去做，咱才会当体悟到啊。最近呢，有真多，因为天灾，譬如讲尼泊尔地震，已经有偌多人啊，偌多地处去过啦。回来了后，又分享，哈，看到人间无常啦，可啊。一个台风失敌了，那么好，这后来大家人拢爱去耍、去观光、去泡温泉，一规个观光地区变色啦，完全无同啦，偌多人间菩萨啦。就是安尼去投入啊，组织人啊，多一个所在需要，即群的菩萨呢，七八天的时间，真辛苦，唔惊苦，去体会呢，
人间啊，变化无常，山河鬼吹啊，人间无常啊，干那一个台风，整个山河变色，财产搁较侪啦，饭店搁较大，同款啊，泥土入去啦。原来人足侪伫迄个所在泡温泉，人侪啊，这个不净物都侪，一个泥土一来啊，拢总混在一起。山顶的泥，河中的水啊，那规个呢山洪下落来，噶原来的污水池啦，遐个人体排泄物啦，污染的物件混合在一起，从山安尼落来到个地下。一直流去，会当想象是偌呢臭啊！泥土混着迄个不净物啊，量之多啊，要摒扫遐，实在是爱真忍啊，堪得忍，为着。要会当帮助遮侪人啊，有一个轻松会当住的地方，所以爱遮侪人，真侪菩萨到的啊，看到了后，当然都会当分享啦。好，这个体会啦，体会无常，体会呢，这个。山河变色，体会啊，国度鬼吹。那无去到迄个所在，无法度体会。譬如讲，伫日本啊，帮助家友啊，公园呢，有一群啊，人间菩萨为迄个公园的家友呢，一个月。两天有两次，第一个礼拜日，第三个礼拜日，就是组织人呢到迄个公园去发放，好去给因的物资啊，送因的饭碗等等啦，这回啦，第七月吼，就是第三个礼拜。就是因一个节日，连续三天放假，这一回真多啦，南疆啊，也就是委员的先生啦，也拢出来帮忙哦。哇，同款呢，因亲手啊，捧着饭碗到遐家友的面前。那也未食饭的以前啦，就开始呢，甲大家人叫叫来，这日本的先生啦，组织人的先生，用日文啦，甲大家人分享啊，分享，讲现在组织伫国际间所得的救济。尼泊尔的地震，台湾呢有发生了粉尘暴，台湾呐、啊，这爱的力量是安怎伫咧付出？所以呢，叫这些家友啊，爱为台湾、为天下、为真侪的国家。也是缅甸迄当阵，也是伫咧做大水，所以因就甲因讲，为天下啦，
来祈祷啊！哦，在家友呢，就听这日本的先生啊呢，侃侃而谈哦，讲真多因太太伫咧做的代志，台湾呢有发生的粉尘暴，但讲到这地震呐、啊，或者是呢？水灾呀，安尼呢？国际间的灾情讲出来，所以呼吁遐家友呢，爱提出了虔诚的心来祈祷。哇，大家人呢真听话啊，也嘛是真虔诚祈祷啊，而且因国甲因带一个团康。予因感觉讲哦，原来唔是干那一群的女士带完来，一群的妇孺的爱心。原来日本呐、啊，男人也是同款，甲太太呢，一种共同的心嘛、啊，对佛法的了解，对天下无常灾难偏多。人间短暂，安尼个道理呢，讲予因听，因如梦初醒啊！吼、哦，这一回呢，好像真真正正，亲像钟声呢响起了，叫醒因这种迷茫的街头的心嘛。啊，伫后壁咧做个人呢？要准备安尼这么多的物件，或者的家友啊，有一群咱的菩萨，啊，都伫厨房里呐，啊，因都哪做呢？啊，都真欢喜哦。因那是要装便当啦，因拢用铁的碗，啊，因拢真用心，每一回拢爱过沙过去。啊！伫迄个路边，伫咧撒碗的时啦，哎，都有一位呢，伊都安尼讲啊，伊讲哦，我平时啦，过去啦，过去，搁再强调过去啦，拢是呢，定定爱去三温暖，拢去泡温泉，啊去做三温暖啦。啊，这拢爱用钱啦！啊，但是呢，我即马伫租者内底呢，我嘛是拢伫咧三温暖啦，哈、啊，一个月两次负责伫路前啊，这个火炉的头前，伫这个所在啊，伫咧煮只个碗啊，煮好都爱搁在等伊冷啊。啊，搁甲切过去吼，好、哦，这亲凉面烧，凉面冷啊，搁在呢。较早要互伊流汗，我都爱伫迄个三温暖的内底互伊流汗。即马拢唔免，伫遮东西也会当流汗，尤其是呢，搁免开钱，啊，搁会当做甲真欢喜，啊，心呢真踏实。所以呢，因大家人安尼底下哪做啊，啊哪欢喜吼，这都是爱的力量啊，真正是投入，这个投入呢，去体悟呢，这就是法。咱若敢那听法啦，无法度了解啦，都爱亲身投入呢，才是真正。会当去体会吼，啊，这爱的力量啊！搁在伫迄个咱台湾啊，内湖呢，嘛是啊，吼内湖，逐天啊，都有五六十位伫咧熏花香，现在应该也是啦。其中有一位呢，郭居士。有一个朋友呢，是马来西亚，
林基素。啊，伊从马来西亚来台湾，一直要甲伊多出来，但是呢，好像真难哦。但是，伊都甲讲好啦，我会去啦。一直到甲感觉讲吼，甲朋友都是安尼，有安尼的约啊，来学啊，紧紧啊来去环保站看卖一下。哦，一到位啦，真正是都安尼加投入啦，听话啦，安尼不管是环保啦，甲听话啦，足投入的啊！伊家己安尼讲，现在嘛伫咧培训咯，吼、哦，伊、啊、是电子软体工程师啦。所以伊讲平时拢爱生伫这个软体的内底哩，那过去呢，的生活啦、头毛啦，虽然是男生啦，却也是呢真欢喜遐个装饰、珠宝的装饰啊。现在伊应该是伫现场咧听哦，师傅伫咧讲伊哦，吼。伊讲伊逐工无间断，都是啊的新华。哎，伊嘛拍开伊个珠宝箱啊，好得咱记者看讲，啊，这都较早我挂的啦，啊，都挂落去吼、哦啊，有手指啊，有链啊，啊，有破链啊，啊，等等啦。伊讲吼，古早都是嘛是爱耍这个啦，但是这当阵呢？无同啊，头毛加短啊啦，都、就是自制人。伊若无讲呢，实在无法度了解伊的过去呢。原来啊，也是伫生死中也茫茫的呐。现在呢，逐天都是以时间伫咧竞争，逐天都是遐尼早起床，因为呢。以爱来熏花香，所以以时日竞争啊，唔是干那熏花香，也个读书会，个做环保，个对车出去，等等啦，拢会做环保场啊，将粪扫该变成了呢一个科技。一道场变做了环保教育站，看卖咧，生命就是安尼啦。咱无接触到法的疫情啊，中夜茫茫啦，就是安尼伫咧度过人生呢。啊，由不得自己内心是虾米，唔知呀。所以这当阵，这世人啊。活得呢，真快乐。虽然呐、啊，流汗啦，虽然呢，为人付出啦、啊，无所求，却是内心呢，真享受，欢这个欢喜，安尼得咧享受福中作中的欢喜啊。那慧呢是？从慧中善解得自在，因为听法开启了智慧啦，所以事事善解呢，现在足自在的啊！看，这就是法吼、哦。所以善恶敢那伫一念间，人人本具佛性啊。善恶呢，只是伫一念间而已啦。所以我们要用心嘛，我们本来呢，我们就是有素的基础啊，就是呢，只有一两枚啦，那素的啦，上六五情呢，受了污染嘛，真正是山河变色，让我们呢，心地呢，完全啊，比这污泥所惹改去啦，所以咱爱好好
用心啊，希望咱这个佛性，在这个一念之间，咱翻转过来呢，念念善呐，那步步呢，就是精进，这款精进在菩提大德道上，安尼，敢是真平安自在呢？所以咱爱好好以时间来竞争啦，来咱把握着现在，看看过去嘅经文，如油潭百花，今日乃一物，五顶自强殿，王宫古岩石，世尊大慈悯呐，为愿随六修，这应该大家人也过会记哩。昨昏的文，也过有昨日的文呐。梵天王，即群的梵天王是来自多一个方向啊，南方呐。过去是东方、东南方，现在呢是正南方，南方。梵天王代表是啥人啊？妙法法师啦，希望大家人听都爱记着吼，也已经到佛前来了，也是虔诚的心啊，供养转法轮呐、啊，所以呢，因请佛来转法轮呐、啊，希望佛陀。会当予因一个真明朗的法，因为因还阁有一点仔的迷信啦，也未完全弃除，所以佛陀要出现人间呢，是真长久的时间，如油潭百花吼，今乃一物。油潭百花，咱昨讲过去啦，是随应吼。有有实无花，但那一开花的时啦，那就是佛出世，佛转法轮啊，佛特别涅槃呐，有大事呢，这款的花才会开啦。真的油潭百花吼，表示呢佛出世难遇啊。佛说法也难遇吼，这都是在这水上啊，还是同款五顶自强殿呐，还用着真虔诚的心呢，以强殿居隆中来表示呢，信心虔诚啊，安尼呢隆中带来供佛啦吼。接下来一段文讲，你是诸梵天王啊，积赞佛意，各作誓言，唯愿世尊转移法轮。去当尊，大家人供养了后，赞叹佛了后，再搁再用偈文呢，再次的赞叹了后啦。迄个时阵，就是逆时。在梵天王啊，大家人。各作誓言，每一个人都有安尼的需求吼，唯愿世尊转移法轮，这是表示呢，是说每一个人啊，迄、那个内心的恭敬，因的恭敬是虔诚的恭敬，因的顶礼，因的赞叹呢，这拢总是。一念虔诚，这是每一位啦，
梵天王的心声。那这么这样恭敬赞叹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希望一旦宽清佛来说法，因为因所宽清呢，就是佛啊，也个是灭缘虚知吼，还也未开始讲啦，也未时间也未到，我会讲啦，但是呢，也是灭缘吼，这些佛伊也个伫咧等啦，人也未坐到啦。下面一段文再讲，令一切世间诸天魔凡呐，沙文婆罗门呐，皆悉安稳吼，自得度脱啦。是诸梵天王一心动心，以其上愿吼，这就是请转法轮，搁在。希望佛那会当转法，都会当令一切世间，唔是为着我家己来清法，也个有为世间呐、啊，诸天也个有魔幻沙门啊，天魔呐、啊，也个有呢，是修行的人呐、啊，也个有。其他的宗教者也隆重会当人非人呐、啊，拢会当呢听到佛说法。每一个不管是伫天，或者是魔，或者是人间的修行者，因若听佛说法啦、啊，自然因都会当。发入心嘛、啊，心都会安稳呐、啊，都会当度脱啦，好因一个精气吼，那、哦、当尊，安尼的心意表达出来了后呢，去当尊梵天王呐、啊，一心动心，以其上愿，在此呢，可用机文呐、啊、来上吼。哦那么都可见呐、啊，这个法是偌呢重要，天人呐、啊、是偌呢正重视吼、哦，佛陀哎来发声来讲话，所以因还是真困切吼、哦，一心动心啊，一己上观，大家人呐、啊、都、就是一条心，人真多夹我来。还是一念心，安尼呢？用机文来算吼，所以啊，令一切世间诸天魔凡呐，一切世间呢，那就是三界、第六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么啊，魔啊，魔呢，那就是第六界的来。地灵吼，那凡那就是伫色界的内底，所以讲这個、天呐、啊、也有安尼、啊，想要甲人拢总留伫这个六道里，也有呢。想要安怎样呢？家己也会当解脱六道众生。拢会当解脱，连魔烦呢也会当接受法，所以来请法的拢是梵天王，其他呢这个魔啊，魔就是较会作乱人啊，因嘛会当听到，会当受这个正法，幸福吼也会当清净无误。这个未息，未去未止呢？这个天福啦，让因会当知影，天福也有享尽的时，所以呢，这诸天魔凡吼、哦，
那么欲界第六天之魔王呐，虽然伊已经呢伫欲界伫第六天呐，确实呢，也阁有要留着呢。无希望人人拢去接触佛法，伊会作乱呐。对这个要接受佛法断生死，伊都会去作乱吼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希望呢，这个魔王也会当受罚吼。梵王呢是色界之梵天王，即马来请法的呢，拢是伫色界。梵天王，这个魔王是在欲界的第六天，称为魔梵。哈，那梵天王因拢修善法起善界啊，所以称为梵天王。因生在迄个色界，享受真多，寿命真长啊，心真清净。只是呢，也阁有小分呐，诶，血也未滴，要安怎断生死？这个法也未究竟吼。啊，沙文呢？沙文就是出家的学者，出家修行呢，就是沙文呐。婆罗门呢，是在家呢研修各种宗教。修行者也嘛有婆罗门的出家，在山林中呢修各种法的人，这婆罗门是真济种啊！希望这些人拢总会当皆获安稳得度脱。希望也未听到法的人啦，以前的心不自在，也未听法，哪怕是魔幻啦，同款也未听到法啦，或者是天龙八部也未听到，未闻法前心就是不自在啦。闻听法了后呢？自然呐、啊，就是心安呐、啊，自然都会当慢慢有法入心啊，就慢慢得度啦。所以，始诸梵天王一心动心，以其上愿吼，那这下面接落来，为愿天人尊呐、啊。转无上法轮，结以大法果，自吹大法雷，普悟大法悟啊，度无量众生。我定含归清呐，动烟沉万音嘛，对哇、啊？即嘛现在都是爱为愿，大家人来。请法啦，请佛转法啦，这就是大家人的心愿啦。为愿天人尊，诶，转无上法轮。就是表示呢，一心虔诚啦，请法，那就是叫做为愿啦，为愿诸天人所尊敬，这叫做天人尊吼，为愿天人尊，
这个为愿这两字呢，是表示虔诚、至心虔诚的心愿呐、啊，来恭请呢天人尊大家人呢所尊敬的大角者，是另为人天呐、啊、来演说大法哦，那断行。名叫做转，所以咱爱用心佛啦、佛法啦，因为当着实在无简单呐、啊。梵天王来请法，一处过一处啦，东方东南方，南方前前后后呢，拢是经过了五百万亿度。安尼过来，表示真遥远呐。到达法光的源头，就是道理的源头啦。开始呢，发出了迄份遮尔恭敬的心，来请佛转法轮。佛啊，也阁是有所等待，也阁有伫咧等呐。那么在天人呐、啊。还是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表达出因的虔诚，表达出了呢因求法恳切的心，这些偌尼正珍重啊！求法啊，请佛转法轮，法轮一转呐、啊，那么咱就有法度呢。真正是迄个道理的源头，要安怎样一直深入，去除了真微细的尘沙屑，也阁有真微细，因为咱的心啊，要会当完全去除啦，会当完全无屑，无有这个微屑啦，拢总。得信我，唔是遮简单呐、啊，所以法轮爱转呐，那法则有法度不断呐、啊，不间断，安尼呢流入众生的心。几工前咱也讲过了，佛转佛心嘛，入凡夫心吼，佛主。悯的心，希望咱凡夫听法了后啦，也会当改恶从善呐，转恶念为善念嘛，转自私呢为无私的大爱，这种入人群呐、啊，不受人群所污染，这。一定要教到真自在啦，不管是什么款的思想，现前都未去受摇动去，要到安尼的境界是无简单，所以佛之法轮呐、啊，为无有相，这个法轮呐、啊、是真。管吼，也是真大，应该呢，应该就是爱甲这个法呢，源源不断呐、啊，这个法万流长呐、啊，法从无数无数的以前都有啦，不断不断，这个道理呢，哎，不断流落来，那么咱那是无接法啦。这个道理就会断去啦，亲像迄道光一照呢，是五百万亿土啊，就亲像法呢，伫顶点结以前，安尼一直到现在，所以佛之法轮呐、啊，为无有相，佛之法轮呐、啊，一转呐、啊。所转的是无上法，吼，灵转运力呢，
众生的心，也就是五道妙法这个法轮呐、啊，和咱一当体五道这个法啦、啊，其实法呐一当入心嘛、啊，咱有无限量啊，本性慧海呢，这个觉性慧海自然展现呐、啊，所以咱用心学法，唔通呢，安尼。行一步退两步吼，那安尼咱永远都是茫茫中也中啊，都是伫咧做梦啊，啊梦未醒，那都苦不堪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